你现在终于找到你露营的真命天车了吗？我觉得可以耶，而且它方向盘真的好轻啊！练瑜伽，可以耶！你看它车厢有没有很大？真的蛮大的耶，对不对 ？Cheers， 干杯！那怎么样？开起来！哦，真正有够赞的啦！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风卫视跨界大赢家。